一二三四五妹，小豆浆，你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我们五妹美食频道每天五切，我们是五姐跟亲，对，帮我们订阅一下哦。然后今天我有新朋友，对啊，我是安迪，我是阿塞的朋友，是法国人。今天我们去火锅店，因为我常常去火锅，就是它有很多材料。我不敢吃，今天代表给我介绍了，很棒的介绍呢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法国人第一次体验火锅料理。Yeah. 其实上次我有拍过这个计划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，所以我今天想要找另外一个朋友去拍这样子。你来台湾多久了呀？大概两年了。一开始你为什么会想来台湾呢？一开始是法国有点无聊。有时候我有发现新的社会、新的习惯、新的文化。为什么是台湾呢？我是敢学日文，日本国母语开始。母语开始。那日文之前你还有学过其他语言吗？法文、会英文，然后西班牙听得懂，就是不。我忘记了，好久没用。那你觉得中文比较好学习？中文可以，很久以外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在的是台南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为什么会想选台南呢？因为我以前在法国住在很多城市，然后在法国我比较喜欢有历史的城市，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那个是最旧的城市，那我看啊，台南是最老，所以我要试试看，以后爱上台南，台南很棒。哇耶！OK， 所以我们就去吃吃看吧。好，一起吃吧。这次我带安彬来的是三宝，台南的很人气火锅店，它的特色就是这个300元吃到饱。他们提供锅物还有冻饭，点这一些就可以享受自助吧，熟食啊、寿司啊、包子类，还有素食。还有沙拉吧，还有生鱼片。开店前就大排长龙的火锅店，安彬会想挑战什么呢？好，我们进来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很厉害的是可以点一个锅，然后那边的吃到饱全部都是免费吃到饱。重点的火锅，你想点什么口味呢？他们有凤梨的汤，好奇怪。而且大姐，凤梨苦瓜是凤梨跟苦瓜的意思吗？应该是吧。那我们吃吃看。这个西瓜面是什么？ Watermelon 的意思吗？为什么你选那么奇怪的？当然要挑战啊。这个黄金鱼蛋是什么？黄金鱼蛋应该是黄丝金丝鱼的蛋。那我们可以吃吃看。那我们就点餐吧。好吧。你还记得你要点什么吗？一个酒天。哦，聪明聪明。有点日本的感觉。有。我们是 A7。我们说这个。对。你要什么肉？这个可以。那海鲜好了。好的。OK。可以。火锅，这个叫什么呢？我已经忘记了，赵薇的西瓜面。西瓜面，他们有猪肉、牛肉，可是我们选的是海鲜，很小很有海鲜，感觉我们在海边旁边走路。哇，很棒的解释呢。我们吃吃看好了，这个是西瓜面吗？面，西瓜跟西瓜面是一样吗？因为我没敢喊着我听你说的话，所以面我以为是面啊，不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很香很香。好吃好吃好吃。有点酸酸的。是西瓜面本身都就酸酸的，还是因为有醋啊？还是那个 pickles 不知道，可是还蛮喜欢的。对，那个鲑鱼看起来那个已经准备好了。好吧，你喜欢沙茶酱对不对？对，很台湾。这我不知道跟鲑鱼好不好吃。真的，大吉吗？跟鲑鱼可以干杯吗？干杯。干杯。没想到啊。你还要多一杯。
烦你的客服盘，对不对？我听不懂你刚刚说的是客服 overcome 的盘子，就是你没有吃过的海鲜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我准备一些那个秋，因为那边有那个材料，然后有很多小小的秋，很多颜色，我不太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。所以你平常的话去火锅店也不会吃？不会吃，我吃那个蔬菜，可能肉，吃的我有点在干吃。哇，好，那我们要不要先吃这个那个红色跟黄色的？我很不习惯。好烫哦！好烫。台湾很 Q， 其实不错，可是真的 不能说出来是什么味道。我知道不是难吃的东西，是好吃的，可是你叫我解释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。啊、如果你闭眼睛的话，你是没办法。外面我觉得是鱼，是那个黄色的，我真的真的不知道。下一个你想吃什么？那个这个跟谁弄坏了？我有故事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快要过世，对，你是快要过世吗？啊，已经过世。你要吃哪一个？那个怎么说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日本人不会用筷子哦。哎，你看，你最讨厌。可以教你。跟另外一个一样，对吗？对，一样。你觉得是什么？味道真的没有味道，可能是为了口感。可是这个口感很像马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像马吉。这为什么我常常说在火锅店我不喜欢吃那个酱，这样的材料没有很多味道，然后放那个酱，然后你真的可以享受那个酱。我懂，应该说我们喜欢重口味，所以觉得太淡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要不要吃这个？另外一个球，这个真的跟现在墨西那个汤圆，汤圆蛮像的。好棒！哦不哦不，不一样的味道。真的有鱼的味道，因为平常我不太喜欢那个鱼的味道，但是不会再重的鱼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刚刚好。原来。最后还有一个球，那个应该是牛肉吧？你怎么知道是牛肉还是猪肉？因为这种都是牛肉吧，不是吗？这牛吧，猪吧，真的吗？没有，好吃，我喜欢。我觉得这个四个球的里面，这个球最好吃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放那个稍微要很好吃。这个也加分。那我们要不要来吃这个第二个的？这个叫什么呢？凤梨苦瓜火锅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那个因为凤梨很尖，然后苦瓜很苦，我真的。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味道。对，我也是。有鸡鸡，不是鸡鸡，是鸡不一样。不要不要，有小朋友跟你们的你的影片吗？凤梨的味道很香。对对对对。我想先喝汤看看。拜拜。尖尖的，那个苦的 sukiyaki， 可是现在我就有苦了。我懂，我懂，它的苦味就是。一开始我觉得哇，可是慢慢，对，越来越。所以你也不喜欢吃苦瓜？原来真的很讨厌。可是是两年前我吃那个苦瓜，这可能现在因为我在台湾两年了，可能我的口味改变了。对。今天是机会可以再一次，给他一个机会追捕我。好。行，两年后还是不行。是要习惯。哇！过来试试看。不喜欢浪费，可是这个。现在我知道我是买中文的酷那个酷为叫酷，不是叫我想酷。哇！很苦哎，漱口。对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不是有加点一个东西吗？黄金鱼蛋。就是这个，香香。可是这个好像常常在台湾的火锅店会看到，对不对？没看到。不是的，有啦。
有吧？你不吃麻辣火锅吗？是啊，有这个吗？有啦，麻辣火锅没有这个。刚才我吃火锅的时候，我吃得很乖，很饿，很饿，所以我没有看到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口感好奇怪，你不喜欢这个口感？不知道怎么说。那还有很多，我给你。好，然后我们应该就是分一个。好吗？有什么很酷？连锅里很酷。不行吗？这个真的已经不是凤梨了，它已经 transform 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杨子真的是凤梨，然后味道是苦瓜，真的跟我们，真的变。这个小小的鱼太可爱了，我没吃过。应该喜欢。日本人是把它当成汤。只是让它有味道啊，所以他们可能不应该吃。对，我们可能不应该吃。好吃吗？对我来说带鱼的味道，鱼很浓。那你吃到里面最不习惯的是什么？苦瓜。那你觉得最你觉得哦好吃哎的东西是什么？肉的球，牛猪肉。牛猪肉的，那我们继续吃吧。吃完了。很饱，很饱，也是很好吃，很多奇怪的味道。因为你也来台湾已经很久了，可是真的很多初体验的，我对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初体验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对。乱讲，这两个中文不太好的，我们今天本来是一个礼拜前约，可是两个中文不太好，赖一直错过时间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こちらこそごめんなさい。我们中文真的太烂了。可是结果很开心，我们。可以一起吃，对，很久不见，哇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不要忘记我们无麦美食频道每天五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阿水江，谢谢安川。拍十秒，你可以转一下吗？可以转，转一下，扭一下。扭扭一下，不是 wig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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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ggle